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啊，菠萝蜜，但不只能唱这个。哦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哦哦哦，给大家看一眼，给大家看一眼，给大家看一眼啊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啊！来，传递开始。啊！怎么了？我知道了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哭。不是你，我。想要带你去浪漫的色彩。不能唱。子琪，你倒是回来呀！来，时间到了。我来走。不，你站着。我站着。你站着。好，手给我。拉走。对。拉拉跑，拉走。好，就拉走。拉走什么？就两个动作吗？拉走跑，我就这样，就这两个拉走跑。传递时间到，杰哥到前面来。虽然给我的信息量真的非常少。来啊，耳机这个拆掉，拆掉。说说看什么歌？刚刚其实大张伟有透露，给我透露可以怎么样？最后六个字，他说最后六个字怎么也猜不到，是吧？对啊，最后六个字什么呢？卖宝的小行家，你看看，准要有天才天，我跟你说，天王就是卖宝的小行家，啦啦啦。张杰，你就告诉我一句实话，孩子那俩孩子到底你生的还是他生的？到底什么没听清楚？刚这两个动作跟卖报的小行家有什么关系？你很熟的，这个你很熟的。我很熟吗？对。啦啦啦啦啦啦。他进入了一个即兴创作的环节。那个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我跪下来的时候，我拉你的手的时候是那种。啦，求他。求。哪首歌？求你干嘛？你媳妇儿，拉哇！现在我脑子里面有炸。拉球，拉就是爱，哥，拉就是爱，拉球这就是，拉就是爱，不是那就是爱，哥给我改。说就完了。我给你什么写？然后你觉得，哎，那地方不是很方便去。然后他就拉着你的手，是肯定想吃火锅，不方便去，没有包间。这样，我让子琪直接给你演一遍最原版的，不能说话，只能演，好不好？前提是我现在好想去吃火锅，你死都不让我去，然后我就来了，然后我就求求你，带我走，你带我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耳塞都扔了，这影响了你发挥一整晚啊！带我去，带应该是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菠萝蜜是吧？带我去，是菠萝蜜。哎，六个字，菠萝。